那新加坡企业就越大成啦。你这个年代属于呢，听到吗？新加坡企业的年纪啊，比较高，比较起来。哎，这个年啊呢，多么的激进的话呢？现在我做了个空气的话呢，多么有了多大种好果哩？喏，明年我做不了空气了，就做了中国的呢嘛，欢迎的话，你莫知道呢，不打理啊，不理的。这些家伙，意大利人你们搞的嘛，爸妈哦，你在那，他一在那玩，玩的那，你毛利工啊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给我们交多少的工资哦？他有工资的啦，交的最低嘛，就交了，啊，还有工资啦，咱嘛嘞，还有会最低月工资，最低工资那没工资，还有呢，最低的那个老板工资呀咯，工资怎么能六六六涨了？这那家伙，都，那六不要了，那家伙不要了。八一那个要改嘛，对不对？就那，他也要农民发起来了，哎，就是那没事。俺嘞，工人来干嘞，工人留嘞，俺八一干嘛呀？我说，他说的工人嘞，不是工人啊，八一干嘛？那不是工人啊，工作嘛，我说，俺嘞有木了，我嘞他干的嘛，他干的嘞，他用嘛，他干的嘛，他干的嘛，啊，对呀，嘛嘞，另外就把他干的嘛，管，啊。家里来，他家里来了，哎，你嘛，就今年家就咯，他家了，我讲，哎，他那家搞起来用，他一来家了，我嘞，我嘞，嘞嘞，为什么嘞？他们讲我爹妈嘛不家的嘛，他们讲念的，喏，我父母亲说，他们平常念的多，啊，那我来搞的嘛，啊，你们都话我，起码注意点事情的，你们都话我不用啊，念的，人家念的不用啊，最差的就是啥，我讲，啊。那我们新华路那里，那把我弄的，老年的过完路边的，那出来看我，我弄一下马路，把那拍龙江的啊，如果拍在阳光下头，哎呀，旅游过的，不管哪个建筑啊，你不管哪一路都比那我建筑好的，这一点是的，建筑啊，哪个建筑的，哎，哪个建筑都，那路比较不建议的呢。那不给他的呢？你提的什么嘞？我讲的最牛的，人牛的呢，够不着。你妈的，他没牛，你妈的，你妈的，我讲够不了的，我啊，那我讲的，那我现在也没招了。呢，就反正就讲歪了嘛，哎呦，这他当然好嘛，你要什么什么，我讲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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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